0403地震之后，花莲观光客骤减，南区的玉里镇也是苦不堪言，市场摊贩业者收入是减少超过一半以上。镇代表吴朝成希望镇公所能够减少摊位租金，甚至用一年免租金的方式来帮助这一些摊商业者渡过难关。镇代表吴朝成这一次为了玉里市场的摊商来发声。吴朝成表示，0403地震之后来花莲的观光客骤减，而玉里镇没有观光客前来，市场生意是一落千丈，希望镇公所能够减少摊位租金，甚至免租金。传统市场最来探听他们的经济收益他们的经济效率等等非常不彰，所以他几乎说一天收入不到五成所以你在市场里面的那更不用讲所以本席这次正式提案希望说那个市场里头市场里头有承租权的，是不是说比照其他县市我们都有看到媒体报道，其他县市都有补助振兴方案然后呢，是不是说这一年期间免收租金费？镇长龚文俊答复咨询表示，地震以后游客进不来，镇内所有的消费力急速下降。对于镇代表的振兴提议，镇公所会尽速研拟相关方案，找出最妥善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消费经济模式。记者刘明胜，玉里镇综合报道。